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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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妈妈60岁生日快乐。啊，首先还是感谢安琪啊，安排了这次的一个活动，那而且还找了这么多人，啊，我只是负责最后的一个影片剪辑。那另外就是感谢，就是妈妈在这个三十，可嗯，对，三十已经快要35年的哈，对，34、33的养育之恩，对。那我觉得生活要快乐，就是要多跟别人去分享一下自己所看到的事情，对。好，那有机会的话，就是一样，然后可以多跟我分享一下，哎，今天看到什么，然后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，对。然后我有机会，我也可以，希望可以在工作很忙碌的情况，跟妈妈分享一些快乐的事情。好，要记住，要永远快乐，往快乐的方向就会快乐。祝你生生日日快快乐！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幸福光明！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温暖家庭。Happy birthday for you, Happy birthday for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我祝你生日快乐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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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嘞？哟！我要送你一首歌哟！哟！哟！伯母生日快乐！祝你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。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祝福你生辰快乐，岁岁有今日，年年有今朝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妈生日快乐！妈妈祝你生日快乐，天天快乐，还有圣诞节快乐。妈妈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嗨，生日快乐！12月20号，祝福你身体健康。拜拜，下次见。小姑姑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永远幸福。大素贞60岁生日快乐，祝你永远青春美丽，啊，
心情开朗，不要烦恼啊，天天快乐，保持轻松，祝你永远美丽可爱。你说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嗨嗨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哦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还有啊，身体一定要健康哦，然后永远这么的快乐、年轻、漂亮，然后呢，跟年轻人一样，学习用3C商品都变得很厉害哦。希望啊，你能够常常来嘉义这边，也要记得来找我哦。嗨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乔虎哦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吧，我也要祝你生日快乐，还有啊，身体一定要健康哦。我要唱生日快乐，我要唱生日快乐，唱快点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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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棒哦！好，祝阿妈生日快乐喽！祝阿妈生日快乐！外婆60岁生日快乐，然后祝外婆身体健康，天天快乐。我也祝阿姆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天天快乐，天天开心。耶！生日快乐哦！然后祝阿嬷，祝阿嬷怎么样？我爱你。然后还有嘞，生日，然后是我爱你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健康。祝阿姨生日快乐！小阿姨，祝你永远青春美丽，生日快乐！弟弟恭喜，恭喜恭喜！开始，祝安琪的妈妈60岁大寿，生日快乐！刚好这天我满月。1、2、3，祝姨婆婆生日快乐！60岁大寿，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然后唱一祝你生日快乐给姨婆婆听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，一起唱。你们两个。幸福列车哦！一好健康，为什么？因为姑婆跟顶公最喜欢骑脚踏车健身，所以他们好健康。二好美丽，为什么？因为姑婆做任何事情，她都好认真，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哦。三好人缘，为什么？因为姑婆啊，在大家聚会的时候都热心的帮大家拍照，所以她有好人缘。是好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姑婆经常有2个可爱的孙子陪着，所以她好快乐哦。五好心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姑婆长期担任志工。做了好多好事情，帮助其他人，所以他有好心肠哦。因为姑姑有好健康、好美丽、好人缘。
寿的生日哈，那我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那让子璇呢能够继续的孝顺你，照顾你，生日快乐哦。生日快乐，永远健康、美丽、幸福。好，妈，今天是你60岁生日哦。这部影片呢，我准备了2个礼拜多，请了好多位亲朋好友呢，来一起跟你祝福。然后呢，这部影片呢，是哥哥呢负责把它全部的影片串在一起的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然后呢，希望呢你可以呢每天都过得很快乐，不要呢再为一点小事呢有所烦恼。然后呢，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，还有呢一定要天天快乐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哦，不要胡思乱想哦。